头摆个太拳，哪个儿子？娘，敢看？在以前呢，农村我们生小孩不一定会有产婆，因为呢，大多种哈会抢产婆来，都呀可能做父母才的，系冇？嗯。古时候冇听说有产婆让你接生，所以呢，女生在出嫁前你要自己先做好你要生小孩跟坐月子穿的大裙跟大裤子。我娘诶，一条胎裙要两条？一条，你要赚。一条胎裙，然后几多条胎裤啊？两条。跟你讲胎裤呀，讲胎裤啊。讲胎裤。一条胎裙，两条胎裤。我刚你就听说做哈。那胎裤很快。然后呢？他说做大裙要打折，用片大折哈，像这边会打一个折，然后在这里呢也会打个折，两，那，两，个打折会做完啊？哪个人一样，他会做出来吗？哎，你这渔夫，你唔知打折会做完，跟你就天天做会打折吧？系啊，跟，他会穿下来就按做工太穿啊打折，跟冇打折做唔得嘛？磨大仗还没做得久啊，所以以前呢，假设这已经打折的大裙，就是有一点这种一片裙系列的，顺风 Q 用不有要带的做得叠起了什么？安呢？就这样。哎，这样拍，磨拍多少没有？磨拍多少哎？就像围裙一样围着就好，就像比身裙叠的就好呀。哦，今天就是要整东西啊。嘿哦，安呢叠的，就好鼓好了呀。嗯。所以以前生小孩的，你那农村人超可怜的，是直接就蹲在地上生，然后就是围着这个。真流氓！忙啊！讨厌鬼！你看很烦，忙啊！古典中，跟底部某一种夫大夫嘛，全部脱脱脱。跟那大夫找人叫人出来嘛，啊叫人扶胎嘞。很上班，长度有个那么个水流出来耶，也一种会流水泡流出来，就是羊水破了。嗯。该讲流流血嘞呢？流血就没出嘛。流血出泡。出泡神嘛，过一辆流血就涌出来了。该你没讲你的天后流牙你没？做些流牙你啦，没天后嘛，出不下去，做些就流牙你。所以你看以前的生命力非常的强韧，他的羊水已经破好几天了，然后还在工作，都不知道自己要生了这样。所以呢，跟娘诶，出滴健保啊。不中，娘亲口咪讲，嘿，该生唔好中唔错，我中了早早啊。他很会偏题。娘平常中了中，跟我办的面虫多哈。中出来哦，跟肉虫也安做。诶，唔讲办的面虫多呀，那有好重滴的。这样走，这样按走，你不能。唔系，我以为你，按你用个有好走的，你按你我用的走的了。无该就走出来，该安排走。不该安排走。无计是东西啊，安排走。用下来样个胎，生完下那样胎。啊，个按你佮用出来过后呢，佮就跌到天来，还要跌死哦。就不会出面。下面会垫一层布，然后就是垫着小孩这样，然后。但是呢，出力个就不弹去了，个脐带嘛，脐带让你捏出来按剪啊，干嘛你让剪？俺舅娘从小就娘婆个双木盖，相夫个娘。七家来啊？七家唔会。就不看你摸耶，就晓得了，就晓得了。教娘婆。教娘个，我用火烧过安尼。就摸呢？就摸。你们好可怕哦！就没收过，人家从小来就讲，搿可能是见到没收脱，所以人家当乖阿伯好用两个事体。哦，所以你看，能够存活下来的叔叔伯伯、舅舅阿姨们，你们真棒棒。所以这个就是他家头摆个老故事。然后，如果还想听什么呢？下次可以跟小猪说，拜。